看看他会不会一改前面两次打到钢铁人命中率都就11%的那个比较低迷的表现。这边铁米投进了钢铁人这场比赛。所以教练也选择让他在今天的比赛稍作休息。杰米的三分球稍微把这个差距给追上来，11比。目前为止还没有禁区得分。这边分球出来，杰米超节成功之后，前面一个休叹机会，起分球扣篮。两端撑起了第一节，过底线之后回头找铁米，最后两秒钟，铁米跨进来，最后把这个炸弹给拆掉。国王队慢慢的可能后面的外线如果没有投开的话，还是要让穆伦斯打到禁区哦。嗯，国王这边没有罚球，是钢铁人这边有罚球。右伟刚这个球应该要给到铁米，顺势让绿翔去下滑开一个后门。铁米自己运球出帽的秀了一波，吃掉了穆伦斯。钓鱼台湾球员，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风格。铁米无敌的三分出手，今天的铁米绝对不能放啊！的射手三分线命中率依然保持在40%以上。铁米拦底下的硬吃，哇！今天他手感一来，哦，不过我看数据，半场穆伦斯他已经是10分，拿下 double double 的成绩，而且有7个助攻哦。嗯，换了一个。这个是钢铁人的追分机会，国王队也是连续两次进攻没有把球给打进，回头铁米这边马上再杰米这边球被拖了一下，最后转到禁区里面摆进这2分。